点煤油灯，油气现在进去了，哎，亮起来了。先备起来，先备起来，备料先备起来。那你的蛋菜要备什么？要备洋葱跟大蒜，这个罗勒叶也是你要用的。对，然后我们用九层塔，对，然后还有奶油，其实就这样。OK OK， 其实蛮简单的。了解。然后我们这边有看到，就是有这边是那个松板猪，哦，三层肉，哦，还有牛小排，我靠。然后呢，还有新鲜的活的这个虾子，泰国虾。你现在要做这个蛋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需要。你是要需要大蒜切蒜末啦，蒜末用这种调理棒就非常适合，只要轻松的长按。瞬间，我切我也很难切成这样，超快的，超方便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，把这个时间省下来干嘛？对对对，切洋葱。好，等一下给你自己煮。你看这样打开就变湿的啊，碎啦！哎，这样哦，你这样越切是会越小而已。对对，看起来很像在厨房工作过的吧？是还好，我相信大家有眼睛的看起来都应该是还好。这一个铜锅已经有40年的故事了，哦，特别有一种，我特别，我不知道，我个人有一种癖好，我特别喜欢那种旧的东西，旧的东西就是比较感觉比较有故事性的，有感情的，嗯，有感情。哦，好香哦，是哦。这个铜锅真的就是煮你这种料理，就是觉得绝配的，绝配，真的太屌，无敌啊！可以哦，现在可以吗？我觉得 OK。我进步了，我只能说，好吃。进步在哪里？讲出来啊！很甜啊，然后很鲜甜，很鲜甜，然后那个咸度是适中的，而且完全吃不到蛋菜的那种腥味，完全没有，啊，去掉了，完全去掉了。哎，喝点这个汤汁，对，
满分。可以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就是完全有那种法国菜的感觉，对，法式的，沾起来，沾起来。法国人都是这样吃的，法國人剛剛你吃硬式的对不对？我吃硬式的，我先吃硬的。好，来，你先沾着。哎呦，哦，香死了，超香的，厉害。对了，对了，大蒜面包，感觉不错，对不对？太爽了，而且很脆。哎呀，厉害！选菜很重要，真的厉害哈。好棒，真的很棒，跟着自己好兄弟，然后做一道这种小菜，然后喝一口酒，哇，好棒。来了来了，哇，是啊，哇哇哇哇！现在这个调理棒有没有？超强的，我非常非常爱这个食物调理机，真的，因为它可以快速将食材打成泥，等一下很多时间也力气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手感，你帮我打一下，真的省下很多时间呢。对呀，这个食材就做成你要的样子，塑形塑成你要的样子，超省时间，超省时间。那我这边就开始先热锅 ，OK。哇，好香哦！哇，这味道受不了吧？就是这种，我觉得我像我在煮这个玉米浓汤啊，就是比较搞干了。嗯，但是它煮出来之后，真的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很爱。但是露营其实就是。什么没有时间最多？对啊，就是你都出来露营，就是时间多了，啊，慢慢的来，来，而且酒也多，酒也是啊。继续打，连洋葱继续打，这种美善雅的调理棒，继续给它连洋葱一起打，对，打成细，你待会就是会更香更甜。回锅，哇，然后再煮，对，再熬，哦，让它稍微稀释一点，稀释一点，然后继续搅拌哦，然后记得火都不要太大，小火慢煮，对，慢慢的，你看超香的啦，哇，很浓的嘞，这菜太扯了，跟你刚那个蛋菜真的，这个真的是太扯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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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浓稠，你看这个浓稠度，超香的啦！我靠，帮你装一碗。我跟你讲，还没有完，还没完，还没完。胡椒，你看黑胡椒。哇，看起来很酷哎！电动香料研磨机，追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研磨机很特别，是不一样。你使用这个研磨机啊，你出来的那个香料，它会非常有层次，而且重点是在露营的时候能够提升你的那种露营品味。好，要来一起，啊，一起，一起喝，一起喝，一起喝。这稀释的，不用干杯吧？不用干杯啊，就哇，真的很香啊。自己做的最健康就是这个，嗯。刚刚都是前菜哦 ，OK 啊，主菜来了。刚刚都前菜，有肉了。对，对啊。但是最主要是我们要怎么样来烹饪这个食材？嗯，厨艺比较没有那么好的，嗯，很建议你用这个烧烤器，因为你可以控制温度，然后之后可以照着这个温度下去做烹饪。然后你看，我们现在要在这个烧烤盘的上面，这边是属于铁板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边是属于横状型的烤盘，就是烤肉的，不用担心，你只要按下这边的按钮。你可以随时调配，哎呦，两边都可以变成烤盘，这个也可以变成平的，对，那边也可以变成平的。哦，你看这样加，两边是不是变成烤盘？对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烤肉，对，所以两边都变烤盘。对，那烤肉的时候比较适合用这一面，原因是因为待会我们肉的出来的那些焦痕，哦，那个很重要，那个很重要，那个很重要，可以让那个食物增加更多的美感，卖相，对，卖相，吃起来就会好吃，色香味。这边就是它有烧烤，有温度，我们可以控制温度。那你看一下，现在180度嘛，对不对？
那我们现在要煮那个肉类，对，肉类的温度一样最高，对，最高是200，210，那就用最高。然后现在设定，厉害的是你看哦，它会显示告诉你说温度有没有已经到达210的工作温度了。嗯，现在是20%，然后它开始慢慢加温。经过一段时间啊，我们的温度啊已经到达210度了，哦，最热，开烤喽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哦哦哦哦哦，软嫩。哦吼，怎么样？哦，人生嘛，就是这样。真的谢谢你，不会了，就是来跟我一起录影。谢谢谢谢，这次录影跟上次原味好生活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啊！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，老了啦，真的老了啦。没有啦，童心未泯。嗯。变一下那个七彩火焰给你看。好来，看哦，嗯，好喽，火焰等一下要变色喽。你们看，哎，你睡着了啦？你看一下啦。啊，你不是叫我睡一下吗？没有，我叫你看啊，哎。Stay at home and pretend I'll leave it all behind.